本期讲解一个抖音短视频带货选品技巧，出单快，佣金高，月入50000，从选品到作品发布的这一个保姆级的教程。今天带来的项目是抖音短视频的选品技巧啊。做带货只会作品制作是不行的，选品是前期。一句话，把60%的时间用在选品上啊。新人是靠品带货，靠货教人，选到一个好品的话，不仅出单爆，涨粉也是非常猛的，会持续回购。课程包括项目介绍、账号准备啊、选择爆品等技巧核心啊、作品的制作，选品选好了的话才能赚钱，选不好的话是肯定不会赚钱的。这是下载之后的整套教程，4节视频课，还有项目需要的资料、需要的工具、收益图啊。我们来看看收益啊，1000的话10000多，1000多单，非常好的一个项目啊。如果需要买套课程的话，大家同样打开视频说明区的这个网址，然后搜索关键词，比如说是抖音短视频带货，或者是带货选品技巧，就可以下载本套教程了。